这个时候我们要为这个孩子这些孩子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相信，我相信你的爱不只是怜悯到那些爱你的人、信你的人，而且是你爱那些现在还不认识你的人，因为你多么期盼这些不清楚来寻求你的这些羊能够回归到你身边。天父上帝，我为这巴黎这些发生的这些城堡的这些年轻人在你面前祈求，我只求一件事，把你的爱在他们身上，把你的医治在他们身上，怜悯他们的家属。求你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